而家呢个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呢是80度。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呢最低的气温是12度，新界呢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呢是17度，吹和缓清劲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呢是17度，吹和缓吹强风。展望呢随后两三日的天气干燥，日夜的温差较大。咁呢我哋今日的题目夏天德嚟负责讲好唔好？我而家好似做咗主持咁。今日题目咧就系教会辅导啊，因为咧我见嗰啲咁嘅教会领袖咧，经常咧就系好关爱嗰啲弟兄，为啲肢体代祷，咁咧就即系揾笨实咧，就叫嗰啲教会会友咧倾心吐意，咁就讲晒嗰啲咁嘅人生大秘密啊，成日睇 A V 啊嗰啲咁嘅秘密出嚟，咁咧但系咧其实佢哋又唔系真系好帮到人嘅。啊、因为往往呢他们的这些招数呢都是一劝二闹三角只的、啊、即是劝你不听就闹，如果闹你都不能够就范的话呢，那他又跟你角只反面这样，那所以 他那些什么什么、基督教辅导啊这样，其实就是疯狂这样在乱call金句而已，跟着跟住逼人跪低，舐你鞋底咁样，即系我感觉上系咯。咁所以我就即系希望今晚咧就搜集啲故事，咁就欢迎咁多位 coin 咧就分享翻过去以来啊，喺教会嗰度俾嗰啲教会长执啊、牧师啊关心辅导嘅经验啊，咁即系能够咧大家系共同就集思广益咁样咯。咁、啊、好似听你敲天多你头先咁样讲话啊，俾人即系话氹人哋讲嗰啲咩睇 A V 啊，即系最心底入边嗰啲秘密咧，你好似好心痛感受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经历啊？梗系冇啦，戆居咁啊！你估我有都唔同嗰啲人讲啦，啲黐线系都同而家百几人讲，系咯？咁啊，我哋都有呢个敲天夫人信箱，我今日都有咩敲天夫人信箱？哦，系啊，嗰、那个黑武士啊，因为佢把迟下先读佢嗰啲嘅读者来信。好、啊、，Hello，Hello， 点称呼啊？喂，听唔听到？喂，点称呼啊？听到，我叫 Sandy。Sandy，Sandy 啊？系啊。吓、啊、咁怪嘅你个名 send bit， 咁啊，首先唔好问啲分享嗰啲嘢先，我第一时间都知道要规矩个女听众答嚟，我哋都冇办法。有冇男朋友啊？我系人妻嚟噶。哦，咁好啦，大家知道呢个答案。咁好啦，你系咪有啲特别？系咪有啲特别嘅经历啊？就今日嗰个题目。我啱啱先知嗰个题目咋。哦，你想讲下其他嘅分享嘅？讲咩都得嘅，唔好逼佢啦。系啊，女听众点讲乜都得嘅。因为我第一次打嚟啊嘛，平时成日都听后天 live，、不过咧就系、是、喺 YouTube 听嘅。咁样咧、听嘅时候咧，我就好想一，譬如你哋一讲，譬如讲鬼故啦，我又想打嚟咯。咁你哋喺度讲紧点样去追女仔啦，咁我又想打嚟咯。但系次次咧都系，因为我唔系听 live 嘛。咁今次我今日得闲啦，咁我咪听 live 睇下你哋讲咩，我咪想打上嚟咯。哦，好啊，你有咩想讲啊？讲咩都得噶。讲咩都得。系啊，因为你讲下追女仔啦。冇啊，我见到即系平时佢哋打上嚟讲追女仔咁样啲男仔，即系佢哋好多以为咯，我觉得。即系好废，你咪觉得佢哋啲系啊。是啊是啊，好啦，咁你抨击下佢哋啊，你抨击下佢哋。冇啊，即系佢哋成日都话咩喺教会追女仔啊嗰啲咁样，我觉得唔一定话喺教会嘅，你自己中意喺边度都得，但系唔系话你自己谂自己幻想就可以咯。其实你自己同人相处其实。即系点讲啦？你会慢慢，即系点讲？慢慢就会可能同
人哋会发觉你嘅优点，跟住咪放胆去追人咯，唔好净系谂咯。我觉得有道下你讲啦，不如我哋，你系咪喺教会嗰度识你丈夫噶？哦，系啊。哦，咁非常之好啊！不如你讲下，系咪佢追你噶？系，但系即系我唔系话追唔追咯，其实我觉得。不如讲下啲成功例子，等佢哋借镜下咯，即系点样先可以成功，即系追到女仔啊咁样咯，就用你自己做例子。我觉得唔好咁多，即系唔好咁多，唔好咁多心计咯，其实。其实如果你真的真心追女仔，是想追这个女仔跟着跟她一起，定是你只想有个女朋友，两样东西来的嘛。如果你只想有个女朋友的，那你根本都未必是真心的，想着哦玩完这个跟着玩第二个的，那其实你除非你自己条件很好，如果不是你永远没办法真的追到女仔咯。那不是，但他们现在是说连连识都识唔到喎，唔知点开口同个，譬如话喺教会见到个，可能我见到阿 Sam B 你咁靓咁样啦，即系当你哋结婚，佢想去同你做朋友喎，咁但佢都唔识喎。唔系，你喺教会你一入到去，咁譬如大家弟兄姊妹，咁好多时都会有啲啲弟兄姊妹可能有啲傾得埋嘅，或者有啲熟啲嘅，都會一齊出去食飯啊，剩啊咁，你都可以即係大家一齊 join 埋食飯，慢慢去認識人先咯。係啊，有啲但係有啲獨男咧，唔係咁樣噶。佢即係佢平時咧同其他人食飯咧就 OK， 但係裏邊咧夾雜一個佢會中意嘅人咧，佢就硬曬體咁樣啊。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喎、啊。咁点算咧？咁样而家跟住之前隔篱台咧有个主持咧叫食家，佢话教嗰啲佢哋搬凳啊，搬到脊椎炎啊、肌肉炎啊、都肌肉发炎都冇人注意到佢哋喎，啲女仔佢话搬凳、啊，搬凳一定唔得咯。搬凳一定唔得，咁你不如你讲下自己经验啊！你嗰个之前嗰啲以前啲男仔，甚至乎现在嗰啲男仔系点样去接触你嘅咧？唔好话接触咯，即系你唔系话我啦，唔好讲我啦，因为我已经系结咗婚噶啦。咁样咧就我觉得即系其实你譬如成班人食饭，你话你硬晒态，但系有时人哋其他人讲嘢嘅时候，你都有发表你自己，譬如讲大家兴趣啦，中意睇咩戏啊咁样，咁你慢慢喺度搭嗲嘅时候咧，咁啲人即系大家都会可能讲其他嘢，总之你唔好夹硬讲一啲 off topic 嘅嘢咯。大家喺度讲紧嘅时候，咁我系啊，但系咧有一只男仔咧又好烦噶，无论讲咩话题咧，佢都扮晒专家咁，即系走出嚟教人咁样噶。我最憎呢啲。嗱系啦，嗱你系啦嗱。嗱，你又劝人咁做，你又话最憎呢啲，咁点啊？唔系啊，即系你大家一齐倾偈 OK， 但系你唔好成日都咧，好似扮晒专家咧，或者系扮晒咩都好知，但系咧同你讲多两句，然后先知原来你系扮嘅咯。除非你真系好知嗰样嘢咯，如果唔系，你唔系咁样咯。啊，但系唔会嘅，因为唔会有人咧，所有事咧佢都系专家嘅。嗰啲人咧，无论讲咩话题，佢都好劲咁样嘅。我真系最憎呢啲咁嘅人。啊，金德宝，你识唔识呢啲啊？我都好唔中意呢啲男仔啊。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次同成班朋友去食饭咧，咁样讲开大家一齐，譬如分享，譬如食 cheese 咁样啦。咁样咧，有个男仔咧就喺度讲自己好劲，咁好似好劲咁样讲啦。点知我喺度瞄到佢咧，因为我哋其他人都喺度讲紧，因为大家譬如攞啲 cheese 出嚟一齐食咁样，然后每个人咧就带自己中意食嘅 cheese， 跟住带支酒嚟配个 cheese 咁样啦。咁样咧，哇，好中产喎、啊、你哋！我唔系，即系唔系，但系喺加拿大呢啲唔系中产嚟噶，个个都系咁噶啦，其实。
咁样唔系中产嘅。咁但系我哋喺度讲紧嘅时候咧，嗰、那个男仔滔滔不绝，好似好劲咁，但系俾我瞄到佢咧喺台底揸住个 iPhone 咧喺度扫咯。唔系嘛？一路喺度 Google 啊？系啊，佢喺度扫咯，即系喺度讲嗰啲嘢，然后我哋一见到佢静咗咧，原来佢喺度听紧我哋讲咩，跟住就喺度扫咯，然后瞄一瞄，跟住又喺度讲，跟住我觉得好难顶咯。系咪 WhatsApp 就睇？唔系啊，佢喺度睇，佢喺度睇紧我哋讲紧嗰啲黐成乜嘢，然后想博我哋啊嘛。哦，即系你食嘢嘅时候咧，你见佢个手咧就放喺嗰个台底，即系嗰个嘅。在肚腩以下嗰啲位置，就喺度，只系喺度喐下喐下咁样。咁你夹下咧，哦，原来，原来喺度睇紧 iPhone 啊！你真系，你好中意加甜。唔系，因为我形容翻，我具体形容翻嗰个嘅嗰个嘅情况啫，系咪？啊，喂，嗱，咁啊，呢即系呢阿 Sam Bit 啊，你就俾唔到啲咩，即系。具体的有用意见啦，咁但系即系你讲出呢一啲即系禁忌咧，都好啊，我觉得。咁你觉得诶，即系嗰啲男仔仲有咩招数唔好用咧？系啊，唔好用啊，诶，唔好咁后擒咯。点样为之后擒啊？即系譬如，即系热烈追求算唔算后擒咧？但系Sam Bit，你真系好。即係好矛盾喎！你又話多啲去參加人哋嗰啲犯罪啊，又多啲發現。係啊，但係成班人一齊啊嘛，咁你人哋講嘢嗰時，你都會講下，唔係叫你霸住嚟講，你係講下俾人知道你識，即係你自己，譬如中意啲乜，但係就唔係話，哎呀成個即係唔係你 initiate， 即係唔係你全部人你控制曬，你唔係個主持咯。咁有啲人去到犯罪就係霸曬嚟講咁樣。咁就好差咯，但系你要出席，有啲人系咁噶，系啊，系啊，但系你要出席咯，俾人唔好成日掟埋自己咯，我觉得系应该咯。咁但系后勤嘅就系人哋出咗去，跟住你就话即系大家一齐出嚟食饭，咁食多几次都会有人熟噶嘛。但系好惊嗰啲人咧，就系、是、熟下咧，就话我收尾车你啊，或者我送你翻屋企啦，即系你好扯住咧，送到你翻屋企又问起你你中意睇啲咩，我借啲嘢俾你，即系夹硬不断咁去扯住你咧，咁就系好乞人憎咯。即系咁点样咧？咁要冷淡啲咁样啊？都好难掌握喎，都系咪啊？我唔识点讲，但系我净系知道有一啲，即系我唔识点样讲去追，但系有一啲好反感嘅，我就咁以前你老公咧，佢即系初初识你啊，追求你嗰时咧，咁系咪你哋聚完之后啦，即系或者一班人咁样，跟住佢话你自己翻屋企啦，咁样啊？系噶，系噶。佢唔系，佢唔系话成日讲嘢，同埋唔系话车人翻屋企嗰啲。哦，喂，佢呢只咧系啲高级技术嚟噶，佢呢啲叫直勾钓鱼法啊，即系以前姜太公都用嘅，即系等啲女仔自己中埋佢噶。佢呢啲系即系明明有意，但系又扮酷嗰只。唔系，不过因为我自己有揸车嘛，所以我唔使人车我。哦，咁啊唔同，自己有揸车，你车佢翻屋企啦，分分钟，系嘛？佢可唔可以佢问你，你可唔可以车我翻屋企啊？调转唔会噶，我都。都又唔会啊。咁如果佢即系一个男仔对一个女仔有意思咁啦，即系去完嗰啲食饭嗰啲聚会，咁佢问嗰个女仔话攞 WhatsApp， 即系攞电话，即系抄牌咁样，咁你觉得系咪后勤啊？嗯，攞电话，我觉得系噶。如果系攞 Facebook OK 咯，我觉得。哦 Facebook， 但佢 Facebook 攞咗之后，佢 message 问你攞电话咧？你睇下你自己有冇意思咯。但系如果咁样，我都即系睇，你都要睇下嗰个男仔个条件，你啱唔啱咯？其实咁如果好似白两金咁样，然后问你攞电话，你就唔会俾佢啦，系嘛？我肯定 chat room 下一句就即系你都睇样噶喎，你觉得啲男仔啲样重唔重要咧？个样都重要噶，都重要嘅。最紧要有头发咯，我觉得。哦，呢、這个啊难啲喎，不过后生仔啊，个个都有头发嘅，系嘛？即系除非你自己剃咗佢啫。
系咯，系嘛？我觉得有头发争好远噶，一个靓仔冇头发咧，咁即系好似都食会家好个样咁令人遗憾，咁佢都好多头发噶。乜 嘢？你真系去到好像啊，哮天堂，佢成日抽人水嘅，点解？佢系啊。因为加拿大那边干燥啊，系啊，唔系呢位听众都住加拿大啦，头先佢话系咪？系啊。喂，咁你系咪有翻开教会噶？系。系啊。喂，咁你有冇试过曾经有啲经验呢？你自己或者你啲朋友呢，俾嗰啲教会长执啊，啲领袖呢，即系请咗入房嗰度去关怀佢呢？我哋教会就冇咯，咁其他嗰啲就会其他我啲朋友嘅教会咧就有咯，应该系咯，因为我哋个教会好细噶咋，唔冇呢啲咁嘅嘢噶，冇啲咁嘅嘢，可能又话咗你乖咯，系嘛？唔系，因为我哋教会好细咧，咁就唔会有，即系唔系好似啲大教会咁样有咁多部门啊，有咁多关爱组啊啲咁嘅嘢，所以。哦系啊，咁佢哋都会辅导嗰啲人噶嘛，系嘛？好少噶，但系好少系啊，朋友嗰啲教会就多啲咯，听到佢哋讲。咁但系咪你哋教会其实都知道晒你啲嘢咁样噶？我啲嘢，啲乜嘢？即系其实都喂嗱系啦嗱，你就结咗婚啦，咁嗰阵你都话系喺教会识你个老公嘅，咁有冇曾经咧有人啊啲导师啊嗰啲嚟辅导你啊，一叫你哎呀唔好即系有啲婚前性行为啊，又或者唔好咧喺啲孤男寡女嘅情况之下咧拖手啊，如果唔系好易生 B B 啊，有冇讲过啲咁嘢？冇喎、啊，又。哦，都好 free 喎，咁都嗰時冇嘅，即係大家我哋出嚟嗰時，如果係同教會啲弟兄姊妹出嚟，都係成班即係出嚟，咁唔會話有啲乜咯。咁到後屘拍拖之前咧，我知道咧會問過，即係我個老公都話同牧師問過，咁樣牧師都話冇問題啊，拍拖咯，咁樣咯。哦，咁你啊撞啱个都相当唔错嘅牧者咯，因为有啲人啊咩都关佢事噶嘛，觉得咩都管住晒咁样。系啊，但系阿 Sam 撇你咁样，即系话都系要请示过牧师先得喎。唔系，佢系话俾佢听啫，但系唔系话好唔好，即系话俾佢听，我想同阿 Sam 撇拍拖啊咁样咯。即系话俾佢听咯，即系通知佢咁，等到唔好咁即系唔好见到我哋喺个教会。如果你哋坐得近啊，成日好似有啲嘢咁样咧，费事啲人误会嘛，咪一早讲咗咯。不过呢啲相对嘅，如果咧即系嗰个牧师咧，佢之前就不嬲都表露到咧，系咩都管住晒啊，咩都 say no 咁样咧，咁人哋又未必主动同佢讲噶嘛，系嘛？嗯，即系就系觉得。即係有個基本嘅信任，即係嗰個牧師咧，不嬲都係即係都覺得係 OK， 大家可以傾偈，所以咪同佢講咯，係嘛？即係如果衰啲啊，未必同佢講啊，反而係啊，我哋好多時都好多嘢都即係大家啲弟兄姊妹好多嘢都同牧師講，咁佢冇嘢噶 ，OK 噶。哦，但係你可惜你呢間教會係加拿大啦，係咪啊？你講緊呢個加拿大教會係啊，係啊，係咯，因為而家咧喺嗰個。我哋个 chat room 啊，好多好多啲听众咧，又话想翻你呢间咁样样，咁啊唔得啦，啊，因为香港可能冇咁开通啦。系啊，其他教会咧，我朋友嗰啲都未必得噶，好烦噶都。哦，系啊，听好多噶吓。即系听呢啲就听好多咯。系咯，会搞到啊拆散啲男女噶，有啲人啊烦到。你系咪喺温哥华噶 Sam？ 我唔系啊，我喺我在多伦多那边的。哦，是咯，如果不是阿黑，你可以介绍黑天都去你那间教会嘛。哎呀，你过来讲道啊。好远啊。哇，搭飞机五六个钟啊。是啊，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这么鬼阔的。是啊，阔过龙啊。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搞笑。
系啊，真系唔明点解噶，同埋好贵噶。我哋本地咧，如果我飞去 Vancouver 咧，差唔多500-600加币啦。系但啊，系咧，要啊，我飞去英国咧都系800啫嘛。咁我点解要去温哥华啫？系啊，一个 good question 就系，我都唔明点解。系 啊，好黐线噶！我哋里面呢度咧，即系人哋咧，譬如你内陆咧好平噶，你喺美国咧，州同州之间咧，你飞系好平噶，但系我哋加拿大咧，系我哋飞去边咧都贵到死噶，黐线噶！呢啲都系按距离噶啫嘛，唔系咩嗰啲机票收费，真系搞笑。唔系啊，唔系噶，我哋因为我哋可能垄断晒啩，所以就系咁贵咯，系啊。但系我都想啦，如果你有亲戚嚟啊，离开即系多伦多呢边咧，咁样你过嚟讲道啊，都好想听你讲道啊。好啊，离开就单声，不过都机会好微啊。好啦，但咁系啊你唔系喺，OK Sam 好。Bit，我同你讲到呢度啊，我有其他听众咧想接，佢话就快瞓觉啊。哦，好啊，我下次再打嚟啦，咁。好啊，好啊，好，好非啦，常欢迎，拜再见。拜。拜。好，咁啊，再见啊，Sam Bit。咁啊，下一位呢位听众咧，佢话咧系啊。即系佢自称话系一位老人家，就会早啲瞓觉，咁所以呢，就我都希望呢，就即系接咗佢先，因为刚才呢，我就应承嗰个啊，有啊另一位喂听众呢，话接佢先，咁啊各位等下，，Hello，你好，我有啲眼瞓啊，真系系啊，嗱啱，Hello，啱好啊接到你啊，吓点称呼称先呼，我叫 Regine，，Regine 啊。点啊？有咩想分享啊？挨住眼瞓都打上嚟。我其实想分享下咧，我之前去咗法国，咁就睇一啲教堂嗰啲经验啊。哦，哇！呢我哋啲听众都好中产喎，又食芝士饮红酒，开车去法国，系嘛？我搭火车嘅啫。啊，几犀利！我哋听众。你而家系咪喺香港噶？我而家喺香港，系啊。啊，喂，嗱，而家咧喺嗰个嘅 chat room 咧，有人问有冇男朋友啊？啊，系我头先唔记得咁问佢添。连啲老人家都唔放过啊？我有过男朋友。有个男朋友，哦，即系你都系单身啊，咁啊，咦，即系好各似位听众静啊，咗。多啲留意啦，咁 啊，有咩分享啊？喺法国嘅见闻。我其实今次去咧，主要系睇教堂啦，睇咗好多间。但系我印象比较深啲咧，就系睇咗Mary Magdalene 嘅教堂系啦。咪喺巴黎噶？有定？两间，一间系巴黎嘅。咁巴黎嗰间 Mary Magdalene 嘅教堂咧，我睇完其实好心酸啊，觉得，因为佢系守候，即系耶稣死喺十字架嘅时候，其实其他门徒系闪晒啦，唔知死咗去边啊，三次不认主啊咁。咁佢系一路守住喺耶稣嘅十字架下边，亦都系第一个见证咗耶稣复活嘅。咁但系一个咁巴闭嘅圣人咧，佢嘅教堂系好 run down，系冇乜装修，入边系阴阴暗暗，出边啲石头咧系灰灰黑黑。咁佢巴黎嗰间教堂仲报称咧，入边系有Mary Magdalene 其中一个断肢，即系个圣烛啦。咁我想入去睇下，因为其实好多教堂佢哋如果有圣人嘅一啲圣烛咧，佢哋都会开放一间房俾你入去睇，咁或者你就算唔掂得啦，唔行得好近，咁都会见到咁。咁我问佢嘅时候，嗰啲 staff 同我讲话，唔睇得嘅，收埋嘅。咁我话咁嗰支其实系咩嚟嘅咧？系手嘅骨啊，定系脚嘅骨啊？左手定右手？左脚定右脚啊？咁佢净系俾咗一本书，一幅好细嘅图画我睇，话嗱呢个咧你有睇啦咁。即系冇真嘢睇，佢俾幅相你睇咁样啊？系啦，咁我系左手、右手定左脚定系右脚，佢都唔知。咁我就谂，究竟系咪喺嗰度嘅咧？可能我唔答系，可能。欧洲好多教会咧，都系声称好多好多嘢嘅，我都去过。咁其实有时我都试过去一啲教会咧，好好多，即系又话一啲圣物啊咁样咧，或者有金德堡你都时中产嚟喎，
你中产保啊，系咪啊？但系我冇呢、這个，我唔系中产，我冇呢、這个姊妹阿 Regine 咧咁犀利，我唔讲唔出嗰啲 church 嗰啲咩，我入到去都系饿，跟住走咁样个。哦，即系啲港女去旅行咁样啊，主要系去到嗰个位置自拍咁啊，去过啦，咁啊走得。咁我唔系好知道发生咩事啊嘛，都去下咁样啫嘛。吓、啊，咁仲有咩想分享啊？你对呢啲有兴趣，你都有翻开教会噶，系咪啊？有啊，我系天主教噶。哦，你天主教嘅。咁咧，嗰一个天主教咧，嗰、那个形式系点样样嘅？嗱，因为如果基督教咧，嗰啲嘅牧师咧，佢哋好八卦噶，即系成日走嚟关心你啊，话为你代祷，氹你讲秘密。然之后咧，如果你讲嗰样秘密咧，咁你即系 keep 得做秘密，咁梗系即系唔系唔方好嘢啦。跟住咧，佢一知道你个秘密咧，跟住又会闹你啊。又叫你认罪啊！如果你同佢系个意见不合嘅话咧，即系佢系会搞到即系停你圣餐啊嗰啲咁样样嘅嘢，即系呢个就系佢哋辅导嗰个方式。咁嗰啲神父会唔会咁样样啊？定系会即系比较被动啲，都系等你嚟到即系你自己去 confess 啊嗰啲咁样啊？我哋就办告解嘅，但系办告解咧就好似我咁，我领咗洗好多年咧，我都冇办咗告解，因为成日觉得唔知入去同神父讲乜嘢咯，同埋好似感觉上，咦，我都唔系犯咗好大罪啫，唔使办告解啊嘛，自己同天主祈下土 confess 下 OK 啦，咁我第一次入去办告解，其实就喺香港嚟嘅，咁唔舒服噶。因為入到去講完我犯了什麼事之後呢，咁神父呢就罰我念經，然後就罰我背幾多篇，都我嗰啲係咁樣下嘅背歸經，係啊，跟住就冇。我睇嗰出，我睇出嗰出戲啊，叫《Don John》都係咁樣嘅。嗰出鹹濕戲嚟。係。我都有睇啊，我都係我好你知係咩戲啊 ？Regine 唔知啊。我点解无端端讲咸湿片？唔系，即系嗰套系三级片啫，但系就唔即系都系好戏嚟嘅，都系系出好戏嚟嘅，系都系出好戏嚟嘅。咁、啊、但系我好有兴趣想知咧，咁如嗰啲告解嗰、那个而家 chat room 好多人话办告解、那个办字系点写啊？就系。梗系办公嗰个办啦，边系佢哋办？梗系唔系办嘢个办啦、啊！人哋啲烂剧你攞埋上嚟节目讲，你真系咁好啊！第二个 point， 我想问一下咧，有冇啲事咧发生过咧系告解咗之后实泄密噶？即系有啲话啊，嗰、那个神父讲，应该唔会啩？我唔知道、啊、涉咗我都冇翻翻嚟我耳邊咯。不過啊，講開告解咧，好得意嘅。我去梵蒂岡，今年四月嘅時候去咗梵蒂岡，咁佢哋有多告解庭噶嘛，咁就有唔同話嘅，有中文、英文，有唔知咩話咁。咁我見講英文嗰個神父咧坐咗喺度，好似冇乜生意，等咗好耐啦。咁、我又入去告解啦。即係你可憐佢咁喎，你係。我有玩嘅，因為其實辦告解嗰邊咧，咁都有好多好靚嘅一啲嘢睇，即係個梵蒂岡個大教堂入邊。咁我以為你話個神父添，我以為你話個神父。我神父我睇唔到佢咩樣啊！咁佢喺告解箱嗰度，淨係有個頭，但係圓圓咁，唔係好係咩樣。咁入去告解咧，我講咗即係啲好簡單嘢啦。咁然後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以為呢為什麼要山長水遠去到梵蒂岡辦告解，所以呢他就問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說是這樣而已，你有沒有殺人啊？蛤？不是，因為他是鬼佬，他想不到港女瘋得那麼緊要嘛，什麼都要見識一下。你有沒有在那個告解室那裡自拍啊？有沒有？你话神父我认罪啊，我好奇心太重要喺度自拍。但系佢讲完之后，佢就同我一起去念经咯。
佢同我一齊念經嗰下咧，同埋佢讀一啲土文，佢幫我代土啊。嗰、那個我感覺到有個好舒服嘅能量，那個 vibration 咧，我唔知啊，係比較神秘少少啦，講呢個話題啊。嗰突然間感覺到有啲震盪嘅能量係喺個頭一路傳落嚟嘅，我唔識解釋啊，但係跟住好舒服嘅。可能開咗風扇或者咩嘢係咪啊？即係嗰個冷氣口啊喺嗰度。唔係喎，我都有去到，我都有去過梵蒂岡啊。嗱，都話你係中產寶㗎啦，嗱，你又講下你去你梵蒂岡之旅係點樣啊？唔係啊，未入去嗰個咩聖彼得嗰個教堂啊，嗰、那個廣場係咪啊？叫做嚇，係啊，係啊。咁嗰个去到嗰度咪觉得好靓咯，但系出到去嗰个位咧，佢就会好多乞衣噶啦，即系其实都好大好大对比咯，即系梵蒂冈都好多人好杂噶咯，我觉得都。点样好杂啊？诶，同埋我入去，即系好似旺角咁样，系好多人打尖噶，连啲修女都打尖噶。哦，系啊，确实冇分别噶，我都觉得佢。嗰啲人都系亂曬嚟噶，我都覺得有啲亂。係啊，打完尖跟住衝入去，跟住我其實我排咗三個鐘頭隊，唔喺出邊入，應該係排好前嘅。咁入到去，咁啲修衝上去之後咧，啲修女入到去霸凳咧，一個人80多張凳，就每一本張凳喺度擺一本書咯。哦，即係幫其他姊妹霸定喎，可能嚇。係啦，咁我幫我同個 Swiss Guard。即第一，我未經歷過嘛，星期五是第一晚，咁就好嬲嘅。星期六、星期日已經慣咗啦。咁啊，星期五嗰陣時候，我同啲 Swiss Guard 投訴，我喂佢哋打尖喎咁。跟住 Swiss Guard 話好輕鬆啫，係、hey, ，come on，this is Italy，what do you expect？ 係啊，笑口咁講。意大利真係好亂，好亂啊！我咧行行下咧，跟住咧隔離咧就有人撞車。有个电单车被架车撞咗，成个人飞咗落地下，跟住个人自己起翻身，跟住又拖翻架电单车走，好真系好恐怖。哇，好犀利喎，好冷静喎，咁啲人都系嘛？系啊，系嘛？不过都算好噶啦。如果喺中国咧，你俾架车撞到飞起咧，嗰架车会撞埋嚟碌到你死为止噶嘛？系嘛？因为佢唔碌死你已经算系好有礼貌噶啦。是不是啊，所以有功德的了这样。啊嗯、好啦，那阿 Virgin 你还有什么跟我们分享啊，那些属灵经验啊，那些这样啊。喂，其实呢你是天主教徒啊，那我们都是那些即是比较多听众啊，都是那些基督教会的嘛。那你平时听我们节目呢、嗯、有没有听到一些你觉得 很古怪很神奇的东西呢？好古怪，好神奇嘅。我又想同唔同嘅角度去听下，系咯。吓、啊，即系又听下听下啲新嘢咁样。唔同嘅演绎嘅圣经咯。哦，啊，咁我哋有其他听众咧，都系嗰啲天主教徒嚟。我听佢哋讲吓，即系我都觉得奇怪，点解即系天主教即系都啱听啊？咁啊，都好啊，咁大家又交流下咯，吓、啊。我頭先其實仲未講完，就係我再落咗去南部咧，法國南部去埋啊 Mary Magdalene 嗰個墳墓嗰度噶，因為你都好迷呢、這個，你都好迷呢個瑪利亞噶喎、啊、因為 Da Vinci 曲有啲神秘嘅傳說噶嘛，咁雖然我唔係好相信啦，咁但係我都想去嗰度睇一睇咯，即係好奇及下。O.K. 係啦，咁佢傳說就係耶穌死咗之後，咁佢搭船就流浪咗去法國南部，咁就一路喺嗰度傳教啊、生根啊咁。咁佢死咗喺嗰度咧，咁我都去埋佢間教堂，係話係佢個墳墓嚟嘅。咁有一個玻璃樽咧，出邊係包金嘅，但係玻璃咁就包住佢嘅人頭骨。個墳墓咧入邊係有十二門徒嗰啲古仔啊、石雕咁，係好靚嘅咯。咁但系同樣嗰間教堂咧，比巴黎嗰間咧係仲更加融融爛爛，同埋冇咩遊客知道。我之前去到普羅旺斯，我問人點樣去嗰、那個地方 Mary Magdalene 嗰個地方，當地人有啲都唔知道。
即我有个，我就更加觉得睇完 Paris 嗰个在呢度，哦喂，呢、這个直情系佢嘅墓嚟嘅、哦，呢、這个系即系教会都承认咗系佢嘅墓嚟嘅。点解会咁容烂？点解会冇人打你咁样嘅咧？啊，好难讲嘅、嗯，因为可能佢哋可能太多其他圣人，会唔会啊？吓、啊？因为佢话晒女性咧，都系被忽视噶嘛，喺教会界啊。喂，阿 Virginia， 你都好似牛牛豆豆咁样喎，系咪眼瞓啊你？吓、啊，系有啲眼瞓。系啊，喂，咁啊，揾第二日再倾啦吓，因为无谓即系 hold up 住你啊，等你又喺度挨眼瞓啊。伤心啊，伤心啊。系咯，嗱，咁我接听其他听众电话啦吓。啊好啦，好 ，thank you 你，嗯，拜拜，好啊，拜拜，拜拜，好，咁啊 ，Regine 咧就去咗瞓觉啦，咁不如我哋去首歌先啦，啊，今晚啊做咗咁耐节目，我仲未播歌，咁我而家咧就去首歌先，阵间转头翻嚟咧就接听其他听众电话啦，魏先要梗系好嘢啦，彪叔先犀利啊，啊，喂嗱，而家咧就接听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啦。Hello，Hello， 喂，点称呼啊？系叫我巴比得啦。巴比，系巴比你好，你之前都 call 过噶啦，我记得。系啊 ，call 过系啦。吓、啊，喂，你对麦，你对麦多啲啊，即系尽量对麦。听唔听到？听唔听到？诶 ，very good。听到。系，咁其实想分享翻即係兩件事先啦，咁第一就係因為聽到第一位聽眾去講拍拖嗰啲咧，反而教會講拍拖，我自己都有啲感受，因為之前我曾經翻一次團契咧，直情係個傳道人係同我哋成班人講拍拖咧，即係令到我覺得係有啲反感㗎咯，即係佢講到係即係已經係好嚴格啦，之後講到拍拖啊，搞到成件事好似已經。冇咗拍拖嗰個浪漫，乜都冇，就變咗直情去一下去到結婚個階段咁樣咯。係啦，嗱，我就唔明嗰啲教會咧，佢成日講到咧，即係你拍拖係要認真啊，唔可以分手啊，嗰啲咁樣樣。即係我唔係咧話你拍拖咧係玩嘢，咁但係你拍拖嗰個定義啊，就係試下嗰個人適唔適合結婚啊嘛。你點可以能夠話即係一嚟又講到好似結婚咁，咁不如直接結婚啦，唔使拍拖啦，搞到咁樣就講到好似相睇，即係要即刻相睇咁樣咯。即係咪係咯？你講到好似誒、哎，你呢個嘢認定咗噶啦，喂，認定咗啊，直頭結婚啊，仲使拍拖嘅？拍拖就係 confirm 啊，係咪認定啊嘛？你叫人一嚟啊認定咁樣啊，要聽神嘅旨意。我知道神嘅旨意，第二日同佢結咗婚啦，仲使拍拖？你真係～是吧是啦啱啦，那个 Pianist 讲得啱，直接交配啦，如果知道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你就是不肯定要试一下先，所以先拍拖而已。是啊，他又竟然不喜欢你们，即是他又本身他又担心你一拍拖之后就会即刻分了心啊，不好理教会这样呢。那那时他即是整个那个团体里面，其实那个传道就不断去俾啲信息俾我哋成扎人，之後搞到其實我自己聽得唔係好舒服咯。嗰陣時覺得，即係佢成日都係會講呢啲信息啊。即係當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一拍拖嘅時候，就已經係會即係都唔敢同翻傳道講啦。即係可能拍拖到好穩定之後先公開咗咁樣咯。係啊，梗係唔同佢講啦，癲得咁緊要係嘛？嗯，呢啲都係被逼嘅，冇計嘅真係。係冇辦法啦，係。咁另外仲有一件事就係講緊，因為今日個主題講嗰啲輔導啊嘛。係啊。咁反而就係、是、我嗰陣時啱啱入 U 咧，因為唔係好適應啦，咁個人唔開心，所以就想揾個傳，嗰陣時就揾個傳道，覺得啊，可能個傳道會即係俾嗰啲意見俾我啊咁樣咧。咁但係咧，適應啊你。即係嗰陣時會覺得。是很忙，是的，太多事突然一下子很多新的事被我接收消化不完，那种感觉。所以就有点不开心，就是想不通，想着找一个那个传道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去到的时候他一开波，他当然问你什么事，你说给他听，我纯粹说了我的情况给他听。之后他说，咦，这样的话你应该要更加努力在你的大学生活里，就是他的意思呢
即係我 feel 到佢嘅潛台詞嘅意思，即係叫你唔好玩，即係淨係好好地去讀書同埋去翻多啲教會咁樣咯。哦，即係你可能喺嗰個輔導嗰度，你就話哦，我又要上裝，我又想即係體驗下其他大學嗰啲生活，但係咧又覺得驚兼顧唔到學業咁樣，同埋教會即係講咗呢啲嘢俾佢聽，佢就話咁完全唔好玩啦，就淨係讀書同翻教會啦咁樣。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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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嗰下已經令到哇咁樣啊，即係已經開即刻有啲戒心咯。其實嗰下就會係啦。嚇咁你係咪表露你即係你點樣反應啊？你有冇即系直接话俾佢听？喂，你呢啲真系生挨贴士嚟喎，咁唔使揾你啦，牧师咁样有冇啊？咁又咁点都要尊重翻个传统，但系会即系嗰阵时我记忆就系尽快带过咯，即系尽快带过就想快啲完咗嗰个辅导先啦。即系我觉得哇，既然你一开始咁样讲，即系我肯定冇计倾啦。咁就佢之后又要系好似宣传咁，系咁要你咧，佢极之担心你会放弃咗教会啦，咁之后就系咁要好似要扯住你翻喺个教会度咁样咯。佢后屘系咁讲啊，咁讲到佢个神情又劲凝重咯。咁我就觉得，即系我觉得真系黐线。即系讲到你好似系个离教者咁样啊，个 feel 系，即系佢系可能唔知系咪好多人读，即系到大学之后就离开教会啊，或者即系已经分咗心啊咁样啦，所以佢哋好似好惊咁样咯。哦，梗系啦，佢咁样辅导人，系嘛？俾我都唔翻啦，咁搞法就系啊。咁所以其实我的确咧，的确我识得都有都几多咧。读大学嗰阵时系真系翻少咗教会嘅。唔系，我觉得我都系翻少咗教会嘅，的确系。即系因为系啦，甚至去到后屘发觉，即系教会即系。啲好多規則啊，嗰啲令到我唔係咁即係唔係咁中意。其實我去到 Year One， 我諗升 Year Two 之後，我已經冇翻啦，因為覺得好多嘢好唔慣啊，即係好唔慣教會佢哋嗰個規矩咁樣咯，係啊。啊，乜嘢規矩啊？唔係規矩，即係佢哋會好 push 你，即係希望你翻多啲教會啊，甚至係。你翻得耐咗教會嘅時候，佢希望你即係做多啲活動啊！即係可能本來淨係純粹，我最初係翻崇拜先嘅，之後佢要你翻埋團契，咁有陣時甚至咁翻團契我都覺得冇問題，但係有陣時佢希望你即係成日要幫手嘅時候，咁其實我時間未必分配到啊咁樣咯。哦，係啊，呢啲嘢一定係咁噶啦，即係盡量揾啲嘢質你做啊，叫你翻，令到你就係泥足深陷咁樣咯。系啊，即系令到你好似系啊，要其实我就觉系你讲，唔系即系不断个感觉系令到你要喺个教会里面系好多嘢做咁样咯，系咯。嗯，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佢哋用啲方法真系好有问题咯。佢越惊咧，佢就越俾得多嘢人哋做咧，咁咪更加反感。咁佢唔系应该即系利诱下咁样？即係佢真係想人哋翻多啲教會，反而唔應該再俾咁多嘢人哋做咯。我就覺得係啊，同埋嗰陣時，唔係其實嗰啲教會咧，嗰啲教會咧其實係有吸引力嘅。你嗰啲人啊，只不過係即係需要即係正正常常咁樣去關心下人啊。咁人人都中意俾人關心噶。但系你嗰个关心，你表现到出嚟就乜鬼嘢你都管住晒，好似你可以掌控人哋嗰个生活咁样样，咁啊唔得啊嘛！你正正常常关心人得嘅，系要咧喺度支支助助控制人咁样样，咁啊梗系唔掂啦，系嘛？越翻得耐就更加严重啦，即系我觉得系越翻得耐，佢对你嗰、那个即系个钳制系更加犀利嘅。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即系点解后屘我唔翻教会一个好。主要的原因咯。哦，咁有冇试过翻下第二间咧？咁你翻第二间咪变咗新朋友啊？翻第二间反而之前系有个即系有个朋友带我翻嗰间，即系另外一间嘅。咁但系佢嗰个就俾我感觉更加保守，咁我就即系咁我就算啦，即系我翻咗一次就算啦咁咯。点保守法咧？即系本身嗰个教会已经系冇乜年青人噶啦。即係已經好多係
过卅几岁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心态就更加系即一来我觉得即已经唔系好多人啱倾啦，另外就系佢哋嗰个好多即更加好多祈祷啊，或者喺个崇拜里面系要即嗰个时间就劲长咧。其实正常可能崇拜系个零钟头咁样咧。咁佢哋可能又要唱好多，即系唱得多啲圣诗，咁已经系令到个时间去到两个钟头。咁其实嗰阵时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咯，系咯。嗯，好啦，咁啊，希望你系啦，希望你都即系揾到个啱你个教会啦，即智能教。你仲有冇揾紧咧？其实，反而喺澳洲即系读书嗰度都有翻嘅。咁你而家喺边啊？你喺澳洲定香港？我而家翻咗嚟香港啫，因为我哋喺香港啊。咁啊，香港可能难啲啊，因为即系嗰个 chat room 好多人都话想揾学好教会翻都揾唔到咁样。香港真系难咯，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翻嗰啲都感觉佢都话一般，系啊。咁啊，冇计啊，真系。好啦，咁啊，祝你好运啦，多谢你同我哋讲你嘅故仔啦。哦，唔使，好啦，拜拜。拜拜。好，咁啊，接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因为今日好忙啊，爆晒啊！咁啊，呢位朋友咧，我试下接佢先，但系咧，佢就好似系 offline 咗嘅，不过都试下先啊。因为佢唔得嘅话咧，咁我再接听另一位啦。咁啊，睇先啊，呢位朋友，我见佢而家喺度啊，咁啊，接咗佢先啦。呢位听众个名咧，我啊冇听过，好似冇乜印象啊。金德宝，你有冇印象啊？哎呀，而家太多啦！我知初头嘅时候，我会记得啲听众，而家记唔到啦，已经。我知。Hello。Hi， 我唔系要熄咗我的河流先。系啊。系啊。要啊。哇，咁多女仔声嘅，今晚犀利啊！系啊。我系 YY 嘅。YY。首先。是不是成语动画狼那隻东西啊？不是啊。又要问下有没有男朋友啊？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看不看望有个男朋友呢？即是渴望啦。健步行步。健步行步。咁啊，如果一阵间想 at YY 嘅，可以 chat room 啊，咁啊，即系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咁啊，即系祝你好运啦。哦，多谢。吓，咁啊，有咩想同我哋讲啊？冇啊，你哋讲嗰啲辅导嗰啲嘢嘛。系。咁我就见到呢个 topic， 咁其实我一路都有听你嘅节目嘅。系。咁我唔知一见到呢个 topic 就好想讲咯。哎，好啊，吓讲你听下啦。有惨痛经历系咪啊？少少啦。咁我而家就其实冇翻教会嘅。咁但我之前咧就好几年前啦，都咁就翻一间都比较人多、都几大嘅教会啦。咁所以我都唔会开名。咁但系就会遇到啲好奇怪嘅事咯。例如，譬如头先你哋讲拍拖咁样啦。咁忽然間咧，我哋嗰個嗰陣時嘅傳道人，佢嗰陣時應該未係牧師嘅，咁佢就忽然間就話要幫教會去毛全清喎。咁咧，跟住佢就幫人除毛啊，嚇！即係佢好似嗰啲美容院咁樣嘅，話佢講到好似美容院啊，要唔要燒脂啊？係佢要去毛添啊！你啱噶，咁跟住咧，咁佢就忽然间颁布咗一个佢自己叫做恋爱十戒嘅嘢咯。吓？系啊，咁就 send email 俾所有嘅即系 under 佢管辖嘅会友啦，因为好大噶嘛间教会，咁只系一部分嘅年青人系佢管辖嘅啫嘛。咁嗰陣時其實我哋大部分係大專生啦，咁有啲出咗嚟做嘢啦，即係我嗰陣時啱啱出嚟做嘢啦。咁其實唔知點解佢要管我哋拍拖咯。咁例如其中一條我覺得好冇人性嘅，就係話你要如果你而家嘅另一半咧未係信主咧，你要盡快喺六個月之內令佢信咯。如果唔係，你哋就一齊離開教會啦咁。如果我六个月零一日令佢信，系咪都要离开噶？
他凭乜嘢叫人离开教会咧？佢唔系佢凭乜嘢踢人出教会咧？佢咁样，我唔知啊。但系即系佢嘅意思就即系佢嗰阵时就话系因为佢觉得我哋要即系呢守精啊呢啲嘢好紧要啊，咁所以就守咩精啊？因为佢话不即系又系嗰啲你知嗰啲是但圣经咩金句为我服务噶啦，咁就系、是。信与不信不可共苦一轭咯，即系佢就同你讲呢一句，然之后就话你一定要令你嘅另一半信。咁我先唔好理佢究竟有冇权力咁做啦，即系我觉得我就觉得好无稽嘅，因为我觉得即系教会嘅大门系应该随时为任何人打开咯，即系你冇理由叫人走咯。咁系咯，同埋你夹硬翻佢都冇计噶，唔通佢叫啲执事夹你走咩？系嘛？呢条友真系无聊真系。但有啲好乖嘅，即係嗰時我就即係譬如我嗰個小組度啦，咁都有譬如有啲好乖嘅姊妹，咁可能佢都有啲係未信嘅男朋友咁啦，咁有幾個真係因為咁佢哋會飛歐咯，即係自動就慢慢唔翻呢間教會啦咁樣咯。哦，咁又係好事嚟嘅，咁就咁呢件就係好事嚟嘅。系啦，咁，但我就覺得，唉，即係當其時我就覺得好有啲唔開心咯。咁同埋即係嗰陣時我就 soft 亦都係即係組長類嘅。咁佢就即係就要被逼聽嗰位傳道人就即係同我哋各自就訓示，就叫我哋點樣點解佢要咁做啊？佢咁做係好有理由啊，所以我哋要點樣去即係睇住班勢啊咁樣咯。喂，嗱，其實咧佢咁樣自制十戒咧。咁我相信其实即使系啲好保守嘅基督徒啊，都会觉得系有问题噶、哦，因为你唔能够话自制十戒噶嘛，系咪先？即系呢个唔系圣经嘅说话嚟噶嘛。咁会唔咁你见唔见到有人系即系直接系同佢讲话你喂你牧师你咁样做法真系唔系好恰当有冇咧？冇乜、哦，真系冇。即系我有同佢讲过嘅，即系我哋嗰时有啲叫组长。會咁樣啦，即係除咗翻 regular 嘅開組之後，我哋要另外要同佢即係做一個組長會咁啦。咁其他組長又即係都係聽話咁樣咯。咁冇乜人 challenge 佢嘅，其實即係我估大部分嘅即係香港嘅基督徒其實都係好乖咯。啊，係啦，呢個咧喺 chat room 啊，阿 YY 而家喺啲 chat room 咧，有人咧 post 咗條 link 咧，有個叫做、啊、有本書叫《戀愛十戒：走上健康的愛情路》，佢會唔會係抄呢本嘢啊？咦，咁唔知喎、啊，我要一陣開翻我的河流先睇到。係咯，可能係抄落嚟嘅，可能。第七戒係同居蜜語啊。其實未去到咁添啊，即係佢哋係保守到話，即係連身體接觸啊嗰啲，佢都好有界定㗎。身體接觸。系啦，点样为之身体接触啊？喂，咁你个新朋友握手都身体接触噶啦，咁就喺第四届系慢慢的来、啊、叫慢慢的来啊，Don't come so fast 啊，真系咁淫贱嘅呢本书，冇咁高层次噶，即系佢而家你哋铺出嚟嗰啲都系比较原则性一啲啊嘛，但系佢嗰啲直头系话，即系譬如佢真系好 operational 嘅，譬如话系即系好具体嘅做到。係啦，或者係你一定，譬如你一定唔可以有某一種嘅接觸咁樣啦。咁但係某一啲又 OK 咁樣咯，即係佢係有講，即係好 precise 咁、哦。哦，可能仲衰啲，可能真係佢自制嘅咁啊，真係。係啊，咁其實佢係有，佢直情當其時都同我哋講話係啊，即係佢作出嚟嘅，就同聖經係冇關嘅呢件事咁。咁你嗰時你有冇拍拖啊？我嗰陣時，等我諗下先，未正式同一個弟兄一齊嘅嗰陣時，即係曖昧緊咁啊！係啦，係啦，發展中，即係跌手筋又話，哎呀，跌咗一個吹咗個手筋，幫我執翻嘅嗰啲係咪？乜嘢啊？撲碟咩？下個禮拜不如去彭福公園嗰度撲碟咯，即係嗰啲咁樣啦。係嗰個年代咯，我覺得。嚇！喂，咁你嗰阵开始同个教会弟兄拍拖，有冇人嚟辅导你咧？咁又冇嘅，因为嗰阵时我哋两个都系嗰啲组长类，又好似好乖咁啊嘛。即系我哋两个都系嗰啲正直样嚟嘅，咁所以就冇乜人特登理我哋咁咯。
系啦，啊，即系未去到嗰个位置，我估嗰阵时都咁都咁都几好啦。咁你哋辖下，即系你哋管理有啲组员噶嘛？咁你有冇见到其他组员系即系遭受呢啲被训斥嘅对待咧？其实我点讲呢个我就唔系好知道，因为其实呢件事之后冇耐咧，我就顶唔顺，就冇再翻呢间教会啦。因为我觉得佢某啲原则上嘅嘢真系踩到我咯，我觉得啊，因为你都顶唔到，真系咁你个成明明成个正直样啊，都顶唔顺。咁我系点讲？我冇即系我又冇话好强烈咁反抗佢咯，当其时啊。喂，但系你嗰个教会咧，嗰啲人咁衰咁黐线，但系点解又会多人咁奇怪咧？其实佢搞好多事工嘅，即系青少年事工。咁我唔知道，即系其实我估佢而家我就冇跟佢嘅发展啦。咁但系嗰阵时佢就譬如系咁扩堂啊，佢做好多事工，即系譬如你噏得出嘅活动都有嘅，由行山打 band， 做话剧，即系变咗好多年青人系会被吸引到咯。吓，啊，即系俾人啲外表吸引咗啊，系嘛？即系你估唔到原来骨子里系咁鬼保守咁黐线嘅，系嘛？嗱，我初翻，因为我都翻咗好几年，即系我五年以上嘅。咁初我觉得佢嘅讲道系好正嘅。咁后屘系入咗小组几年之后，开始佢哋发展得大啦。咁就唔知开始有啲怪，就有头先嗰啲怪嘢发生咯。即系其实初系冇乜嘢嘅。吓，啊，好地地，一慢慢走歪喎，我又好恐怖啊呢啲。有人问咧，喺 chat room 有人问咧，系咪沙田噶起？总之喺新界啦。沙田系咪喺新界嘅？因为我都唔系好识嗰啲嗰啲地方。系啊，系喺新界噶沙田。啊。系啊，新界啦，总之。哦，可能估中喎，吓。我唔讲，我唔会揭晓嘅。揭晓咗一半啦，吓，即系我哋当系啦，吓，哇，好癫啊！啲教会唔好翻啊，真系好恐怖啊，吓。咁我唔知佢而家系点啦。咁不过，譬如嗰阵时都会另外有啲咁嘅事嘅，例如我系翻一份即系我对于我嚟讲嗰阵时最，譬如点解会令我顶唔顺有啲嘢就系，譬如话佢哋其实系大细超咯，即系其实佢哋嘅思想系好中产嘅。譬如嗰间教会会有好多即系譬如系嗰啲专业人士去翻啦，例如医生啊、护士啊咁样啦。咁我就唔系做呢行业嘅，我系做 freelance， 即系我嘅工作系唔定时，同埋系有时我礼拜日可能真系要开工，因为譬如礼拜一个客话要嗰样嘢，咁冇办法啦咁样。咁佢哋就会譬如我咁样唔翻崇拜或者小组咧，我呢啲人咧就会俾人哋的出嚟训斥咯。咁但系譬如如果医生护士咧就会话，哎呀你要翻 shift 啊，哎呀咁你好攰啦，你要休息下啦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咦咁。系啊，点解你？佢都几离谱嘅，真系呢啲咁样。即系职业歧视。系啊，即系好似系某啲职业，佢哋就会觉得特别尊贵一啲。咁然之后就为啲教会系咁样噶，嗰啲乜嘢职司啊，乜司乜司咧，冚唪唥做晒嗰啲教会长执噶，做长老做执事都系嗰啲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成个中产俱乐部嚟嘅，嗰啲执事会根本上就系。系啊，系啊。咁所以當其時就即係俾人哋咁樣滴得幾次，咁你都冇癮啦。同埋，喂，我唔係故意話要特登喂崇拜嗰陣時有開工噶嘛。咁但係即係佢就會話，點解你唔自己安排好啲時間一定要留俾上帝啊嗰個時間你唔可以咁啊。咁但係轉頭佢就打去安慰嗰啲醫生啊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咁嘅咁。系真系离晒大谱，呢啲人咧个脑唔得噶啦，你同佢讲道理都冇用嘅，真系嘅，系啊。系啊，咁呢啲就系即系嗰阵时见到嘅怪现象咯，咁样咯。嗯，系啊，佢又唔自己考虑下，点解佢个崇拜一定要星期日咧？系咪？咁你星期六咪加开多堂咯。啊，其實咧佢都任揀咁滯㗎啦，不過有時候可能係即係我估我miss 嘅可能係譬如小組嘅時間，咁就一定 fix 咗，譬如禮拜日某個時間或者禮拜六某個時間，咁嗰啲我就會 miss 咯。哦，咁今次翻唔到咪下次咯，佢訓時人都冇用㗎，我唔會話。你明白
佢就係想做佢嗰四個字嘛，所謂去無全清嘛，即係佢覺得你一定要係精英，你一定要做到曬我嘅要求，你先好留低喺我嘅地方。如果唔係，你就走啦咁樣。即當其時佢哋做緊呢個 movement 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咁樣咯，即係懶係好嚴格咁，又要簽生死狀啊，成咁樣㗎。哦，搞到咁樣啊，簽生死狀有冇 keep 啊 ？scan 上嚟睇下喂。我咧就好認真啦，我個人。咁我因為我就見到嗰啲生死狀，譬如佢想我做某個事工嘅阿頭咁樣啦。咁佢就要我簽個生死狀，就話我要一生一世咧，即係都要留喺呢間教會同埋咁樣做。有啲黐孖筋嘅真係埋身契。咁我就好認真嘛，個人。咁於是我就喂我冇得 promise 一生一世，咁我就冇簽到嘅。咁但係我知道有啲人簽咗啦，咁但係可能嗰啲人就會喺一年之內又轉咗會咁咯，即係根本係冇用嘅，其實嗰啲嘢咁樣咯。係人都知冇用啦，佢真係喺度自己呃自己嘅。不過我嗰時還年少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好認真咁對待，我就覺得咦佢咁講我唔簽得喎咁樣咯，係啦。咪簽咗冇嘢嘅其實嚇、喂好啦 ，Y Y 啊，講到呢度啦，好多人又想 call in 啦嚇。好啦，好，喂啊，多谢你 call in 啦，你系咪第一次啊？今次好似系，哦系啊，我啱啱先识得整个 Skype 就因为，唉、哎，以后多啲 call in 啊，大家倾下偈，好啦，拜拜，再见。好，咁啊，下一位听众啦，啊，咁啊，睇下先有咩咧？哇，因为几个人喺度等紧啊，而家，咁啊，好啦 ，call 下你个男神先啦，维恩，吓、啊。又等佢接啦，佢又要识嗰个我的河流先。我见到头先一开头嘅时候，怀恩喺 chat，hello 怀恩。系 hello，hello 喂，你把声有啲攰喎，系咪精神有啲好啊？哇，做咩有痰？起痰啊！对敲天都起痰。啊，双手放 keyboard 啦，怀恩。好开心啊！你又即刻，我头先见到咧，你开始 live 之前咧，你 chat window 识女仔喎，系嘛？系啊，我见到幅相几靓啊！边个啊？边个几靓啊？头嗰个吓，不过唔好讲佢啦，系咯，费事啱啲人系咁 at 佢啦。哦，你都几浪，你都几浪胎个怀恩吓？唔系浪唔浪胎啊，即系见到幅相几靓咁样，佢又喺度，咁佢又。冇乜嘢做啊，好悶咁咪話識佢咁咯，即係類似咁樣咯，就唔話即係話識佢咁樣，係做啲行為，譬如話嗨啊咁樣咯。哦，嚇你嗨佢啊！哇，好嘢喎，叻仔啊，大個仔啊！嚇、啊！係啊，講翻教會先啊，即係呢個主題係話教會嗰啲訓話嗰啲咧。嚇、啊！嗯，即係我覺得好廢啊，真係。我諗起我可能入教咧，咁即系咁话叫我搵嘢做咁啦。咁其实我自己搵份工得嘅啫，我使咩同佢哋倾？倾完之后都我自己走去见工嘅啫，佢哋帮唔到咩手噶。嗯，系啊，但系好似话戒烟咁样，戒烟之前嗰几年，即系我自己走去嗰啲热线度戒咪得咯，就要同佢倾喎，倾完又打翻热线嗰啲电话。因为你咁成班友冇能嘅，咁你嘈乜鬼啫？俾我啲秘密你听，你又扬出去咁样，咁你搞咩八婆啫？好似真系。系啊，你讲得好啱啊！佢真系想得个知字啫嘛，佢知完之后都话哦咁样咯。八卦咯，咪就系话佢哋。系啊，即系你告解你嗰啲神父都可能会收到秘密啊嘛，即系我个人感觉啦呢啲，即系佢哋嗰啲系。唔系点守秘密嘅，仲要好飘飘然咁讲出嚟都冇乜所谓嘅。啊，喂，你讲紧呢个情况咧，系基督教会啊，定系嗰啲摩门教嗰啲啊？摩门教有，基督教就试过一次啫，都系嗰啲好少嘢，都唔系话啲咩。喺摩门教我纠缠得最耐啊嘛。喂，即系呢种风气系基督教同摩门教都有噶。其实我觉得可能睇人嘅，即系嗰个人可能本身佢。即係衰啲咁樣，咁話好似個教衰啲咯。咁你個個教都係好人，我都唔係好知啊。啊，喂，係啦，懷恩啊，你有冇試過喺教會咧同啲姊妹拍拖啊？同啲姊妹，啲姊妹可以當我仇人咯。點解會咁樣咧？
咁啊，妒忌你太靓仔啊，又得唔到啊，咁所以即系佢得唔到你，唯有毁灭你咁样啊！点解点解会憎你啊？无端端，因为你都几友善啦、啊，个人。即唔系噶，我唔知点解啦。可能我又冇学历啊，可能又唔识讲嘢。我喺好多地方都唔系咁讲嘢，我系对住个电脑咁样又睇唔到样，咁我先可以畅所欲言。何况我个性人，即系我个性格啊，有时古怪怪咁咧。哦，咁我都系嘅，咁我都系嘅。我对住人就反而讲嘢冇咁流畅嘅，会啊，都正常。唔系有时睇时期嘅，咁你有时可能嗰段时间你 happy 啲、流畅啲，有段时间你又单啲，或者你唔系单啲嘅时间，你都可能少讲，有啲冇得解呢啲。会啊，会啊，系啊，都系，即系啲个个人啲性格都唔同嘅。咁我哋呢只咧喺教会系即系冇咁受欢迎嘅，系啊。喂，咁你除咗因为烟之外咧，同埋揾工咧，有冇试过因为其他嘢就俾嗰啲教会领袖就去辅导你啊？就系试过基督教，诶、哎，唔怕讲埋出嚟啦，嗰啲手淫嗰啲问题。手淫嘅，佢点解会知咧？点解又会？你系咪喺聚会嗰阵？佢又喺度话，诶，唔好搞乜嘢。乜嘢啊？唔系，我同个牧师讲，我话我有手淫问题，跟住我只眼咁样好惊咁样啲。唔系，因为等紧你讲。跟住佢就话唔好搞啲咁嘅嘢，跟住之后我有时都会睇啲片啊，跟住佢又话咩扭扭搞搞，唔好搞啲咁嘅嘢，即系来去都系咁样，有冇提供方法？即系佢又唔系话歌好正嗰啲，教你打俾个男性就冇咁夸张嘅。但其實佢自己都有啦，唔好話我話佢啦。唔係你點宣泄啊？你幾廿歲人係嘛？我唔知佢啊，佢係咪有老婆噶嘛？可以係咪？嗰個冇老婆嘅就係，所以我可肯定係佢係有嘅。咁你問佢，可能佢個腦袋空白咁樣去解決咯，會唔會啊？其實冇得搞嘅，嗰啲訓話都係廢嘅。就算佢有分话，喂，你讲下，喂，咁佢有冇俾到啲？咁你同佢讲话，即系你成日手淫，咁咧你就即系同你嗰个道德观咧就有所冲突，你而家咧好大挣扎。咁佢点样俾啲乜嘢辅导你啊？喺嗰个情况下，佢冇乜点辅导喎，佢就系话咩闹一嚿唔好搞咗。有冇叫你打多啲做运动啦，打篮球嗰啲咁样啊？梗系冇喎，佢就系话咩信主唔可以依啦教教咁啫喎。佢信主唔可以手淫，佢咁讲。系啊，佢话唔可以啊。哦，即系就叫你唔好咁样啊，就咁。唔系，我就提供一个意见话，即系唔系话真系手淫，总之就令到我可以冇咗呢个，即系冇咗呢个过程，而我自己又过得好嘅，而又唔犯罪得唔得？佢都话系 OK 嘅。是点啊？即系譬如你好攰咁样，咁即系点咧？喂，总之你系，譬如总之你自己宣泄到咪得咯，但系唔系一定要经过嗰个行为咯。譬如你咁嘅咩？系咯，我系男仔，我都听唔明。喂，呢啲系高超技巧喎、啊，呢啲系好犀利喎。手淫你用手噶嘛？或者你谂下你。捽几嘢咁样，总之你觉得你又 OK 咗，咁瞓着咗咪算咯，即系又唔系话真系执行嗰个过程咁样，我唔知讲咩听啊。总之又系咯，系啊，唔系好多，唔系好多人有唔同嘅方法噶嘛。喂，真系大开眼界，一学到嘢啦，因为做人啊，活到老学到老嘅，知唔知？唔出奇噶，我有个朋友都话噶，我问佢手淫，你对啲咩手淫？佢话佢对个天花板，跟住我话你唔使睇，唔使嘅，啲人都有嘅呢啲。有个又话喺张床度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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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OK 咁啊，搞掂咗嘅。喂，华欣，你搞到我节目主持失控咁，而家点算先？而家？究竟呢啲出唔出得街？
哎呀，好头痛啊！知道。即系我唔知呢啲系咪，好似听落唔系好实在嘅劝嘅帮助喎、啊？呢啲咁嘅训导吓。好啦，唞顺条气啦嘛吓。唞顺，我喊紧啊！好啦，嗱，咁你仲有冇乜嘢想问阿华欣啊？啊，佢系你男神。冇啊！我而家空白咗脑袋。咁除咗呢样嘢之外，你仲有冇划分？即系整体嚟讲，佢都唔系好帮到手咯。咁阿华欣，你将来如果系遇上啲人生困难啊嗰啲，咁你仲会唔会揾嗰啲啊，即系教会领袖去讲咧？梗系唔会啦！嗰啲教会领袖讲嘢好离谱噶，又话自己对每一个教友都有灵感，呢度灵嗰条毛啊，边有灵感？你有灵感，你帮咗我啦，系嘛？因为你觉得佢哋都系冇乜用啊？即系佢哋系佢哋芝麻粉咯，知完之后都系你佢提供啲方法，都系平常人都揾到嘅方法嚟，咁我使乜同佢讲啫？咁啊系吓，喂好啦，华欣啊，倾到呢度啦吓，因为今晚咧比较多电话要接。唱歌啊，华欣。系啊，唱歌啊，阵间。啊，你话嗱，咁你阵间再 call in 啦，因为阿金德宝啊亲自邀请，系咪先？系啦，一定要唱啦，冇计啦。好啦，喂，咁啊，再见啦，华欣啊。拜拜。拜拜。好，咁啊，嗱，不如我哋去首歌俾阿金德宝咧，就唞顺条气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接听我哋好多其他听众嘅电话啦。嗯。好，咁啊，欢迎咁多位翻嚟。咁刚才嗰首咧就系 Paul Simon 同埋嗰个啊唔记得名嗰个嘅 Sound of Silence 啊。喂。好听啊 ，Hello。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清唔清楚啊？清楚。喂，你把声变咗咁样嘅，点解？系咩？系咯，都后生咗咁多嘅你把声。可能唔知系咪因为我用咗 iPad 啊，而家用紧 iPad 第一次试啊。因为阿犹太已经瞓咗觉，所以咧。犹太瞓咗觉，抄佢起身啦。我听朝翻早啊，好惨啊！翻早同我都可以夜瞓噶，冇冲突嘅两件事。冇你咁老当益壮啊嘛。啊！咁点啊？有咩想分享啊？嗱，呢个游生啊，如果啲听众唔知道，大家好，系咧就特登打上嚟咧，讲翻一件往事啊，就系嗰阵时系关于大学嘅，咁咧都系关于对题嘅，系关于教会辅导。话说嘅嗰阵时，我就应该系由大学一年班升向二年班个暑假啦。咁与此同时咧。就在幾個月，即係我放暑假嗰段日子咧，就撞正 Jupas 放榜啊！即係唔知考天多你知唔知？即係嗰啲中七嗰啲預科畢業考完 A level 之後，大學聯招係啦，係啦，就知道入唔入到大學啦。咁咧喺放榜之後咧，就有知道有一紮嘅弟兄姊妹咧，就即係即將九月就入大學啦。咁啊，喺香港啲大學裏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基督徒組織嘅。咁啊，又有即係團契啊，又有開得名個，都冇乜所謂啦。就有嗰啲咩學員傳道會啊，咩詩班啊呢樣嗰樣，咩敬拜 band 呢樣嗰樣咁樣嘅。咁咧，我好深刻啊！有一次就係喺每一年，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其實每一年都會教嘅。係我嗰年都有教過，即係我升大學嗰年都有教過，就係佢哋咧。在會在入大學之前咧，有一兩個導師，之後咧就叫嗰班即將入大學嘅弟兄姊妹咧坐埋圍埋一個圈，之後咧就咧佢就會不停咁樣咧喺度講嗰啲基督徒組織係幾唔好幾唔好幾唔好幾靈恩幾靈恩幾靈恩，叫佢哋就唔好去啦。即係咧個感覺，因為我就冇理佢哋啦，即係我上咗大學之後咧就有去嗰啲基督徒唔同基督徒嘅群體度見識啊，即係見識咁樣，咁咧。裡面就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很多關於理性思考啊、信仰反思啊那些東西，接觸到很多這些。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教會呢就很害怕人們懂得會這樣想東西，那他就
會喺啲弟兄姊妹入大學之前咧，就會搞一場咁樣嘅嘢，咁咧就叫佢哋唔好入到去大學之後咧，就唔好參加咁多呢樣嗰樣基督徒組織，好好俾心機讀好書，唔好搞咁多嘢，係同埋唔好上裝，即係呢啲咁嘅嘢啊。跟住咧喺入即係啲咁樣搞搞之後咧，真係好有效喎。嗰啲弟兄姊妹咧真係完全唔聽喎。即係完全唔聽嘅人哋，因為入去會 all day 啊嘛，跟住咧就會叫嗰啲基督徒組織就會問啊，就會不停咁捉人問你係咪基督徒啊咁樣咧，佢哋咧有啲咧真係為咗唔想煩咧，索性唔認添。哦，即係唔，因為佢知道如果佢認咗自己基督徒咧，咁佢就會俾人 invite 去呢樣嗰樣啊咁樣樣。咁係咯，呢個我覺得即係唔知，我都唔知佢哋出於咩即係。居心啊，即係好似咧，好想好明顯個居心就係因為佢入咗去嗰啲咩學員傳道會啊，即係大學嗰啲團契啊嗰啲之後，咁咪分薄咗啲時間咯。佢咪驚翻唔到去，翻唔到佢哋嗰啲教會咯。佢就係驚咁啦。可能驚咧，即係唔知帶去你嗰邊咧，唔知聽埋啲乜嘢信息，跟翻到嚟之後咧，可能會 challenge 啲導師啊，或者對嗰啲聖經唔同提出唔同咧。睇法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冇應對，因為我哋即係以前教會嗰度啲人都係好聽話咁樣啊嘛，即係教出啲包包呢啲咁樣，即係而家已經係叛亂分子啦，都係。但係喺我記得喺我即係初次參與嗰啲大學嘅即係嗰啲基督徒組織嗰啲活動嘅時候咧，教會嘅導師咧都好似。對我咧係會即係成日捉我傾偈，係會問我究竟你喺裏面搞咩㗎啊？有冇做咩？因為我曾經喺我個堂會嘅其他弟兄姊妹身上，佢冇翻過嗰啲基督徒組織，但係佢對於嗰啲基督徒組織咧就有以下嘅評價啦，就係覺得佢哋去到之後咧都唔知係咪鬼上身啊，個喺度碌地啊，非常之靈恩啊！即係你我以前教會係將靈恩 label 成一個極度唔差嘅。嘅朵咁樣咯，即係覺得你嗰啲教會靈恩咧，基本上係同飲符水啊咁嘅程度噶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令到好多弟兄姊妹咧，就喺大學嘅三年咧，錯失咗呢啲咁嘅機會去接觸，即係唔同羣體、唔同對於信仰有唔同演繹嘅基督徒啦。咁啊，我諗係咯，對於以前教會咁樣做，覺得好失望咁咯。誒唔知其他乜有冇其他教會咧，即係其他都打上嚟講下，有冇啲其他教會嘅人咧，都係會咁樣阻止你哋去接觸其他羣體嘅基督徒咁樣。啊，阿金德伯嗱，我就冇喺香港嗰度翻過大學啦，我都唔知阿尤生喺度講乜。但係金德伯你有嘛？咁你有冇啲類似嘅經驗咧？你話我有翻過學員傳道會啊？但即我不是他們的 member， 但即我有去過他們的活動啊，我知道是什麼都正常。但即你說當然可能有些，因為他們都是不同的基督徒的大學生去到做那個即是團契那樣的，那可能個別會有例子是那些人是疏疏地的，即是可能會有這些東西，我都有聽講過。那我都認識有些人是，即是可能他本身自己個人個信仰都是靈恩的，那可能他講的東西就會是靈恩一點這樣咯。那但是都有正常的人的，即是都正常，即是全部基督徒跟他走在一起去做個團契這樣的，接但是那些是大學生這樣咯。那我也有參加係啊，我都有參加過，咁即係你當識朋友啊，識啲基督徒啊，有啲基督徒聚會啊咁樣咯，我又覺得冇乜特別咯 ，OK 啊。我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咧，我教會呢個做法咧都唔係即係唯一一個例子啊，因為我教會咧即係每一次去推廣一啲活動咧，永遠嚟嚟去去咧都係嗰幾間機構搞嘅，即係例如某一間神學院啊。某一間嘅短宣中心啦，某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堂會啦，即係永遠都係咧，都係嗰兩三個嘅。之後咧，佢咧好似咧好怕咧啲弟兄姊妹咧會去接觸除咗呢幾個機構以外嘅信仰群體嘅，即係好似咧佢成日驚咧佢哋唔知會聽啲咩翻嚟啊，唔知會報啲咩 course 啊，學埋啲唔知咩翻嚟啊咁樣。所以咧佢哋
喺即係教會嗰啲啲壁布嗰度咧，都甚少貼其他嗰啲，即係你知教會收好多信噶嘛，好多時都會收到咧嗰啲乜乜乜嗰啲好短嘅嗰啲神學課程啊，或者一啲聖經嘅課程啊咁樣。咁佢哋咧係會選擇性地咧就貼某兩三間，即係我冇兩三間，係一嘅一兩間，一兩間嘅。嘅機構咧貼出嚟，咁其他嗰啲咧就會全燒毀咁樣樣。嗯，咁係啦，佢個説嗰個好似咧成日都怕弟兄姊妹咧去擴闊眼界咁樣樣咯。嗯，嗱呢度咧就有個喺嗰個 chat room 啊，有位聽眾咧叫做 pianist， 咁咧佢就話我好掛住包包，咁啊勞煩啊尤生咧幫佢係傳達呢一個嘅信息啦。好啊，完全冇问题啊。好 ，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我哋接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啦。拜拜。啊，拜拜。好啊，咁啊嗱，就祝阿 Pianist 成功啦吓。咁咧呢位听众咧，佢就好大方、啊，因为佢咧就其实系第一个话要即系想今晚 call in 嘅。咁但系咧，佢就话会听晒成晚节目，就晏啲 call 佢都冇所谓。啊，咁我而家 call 佢啦。系啊，啊，因为值得欣赏啊。咁但系咧，即系佢就 drop 咗条线，啊，咪再试啦。吓，佢咁有诚意吓。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喂，点称呼先？叫我 M K 啊。M K， 哇， MK。 正啊呢啲名吓、啊。喂，阵间一定要播翻首嗰啲郑伊健嗰啲极速传说嗰啲咁样。好中意郑伊健喎、啊。啊，都估到啦，有名你叫。但系我本身我唔系嗰个 M K， 我系咩啊？我想叫我，因为有个听众叫做 K 先生啊嘛，知道。咁其实我又系 K 字头，咁费事重复啦，咁就攞嗰个 M K，Mr K 咁咯。哦，喂，点啊点啊？你有咩想分享啊？咁有诚意打入嚟。哦，其实我打嚟系借票噶。打嚟借票咁犀利？系啊系啊。咁、啊、你讲下啦。就系、是、多谢你嗰个 talk 嘅入场门票啊。哦，嗰啲票唔系我分噶。系啊，我都唔知咩人有票，咩人冇票、啊。我自己都要问人攞票啊，根本上就系、是。哦，我真系，我应该系上个两个礼拜前噶啦，嗰次就。啱啱你做完呢个 live 之后先收到，所以冇时间讲。哦，你啊呢啲事务咧，系即系我啲朋友帮我搞嘅，即系阿石家佢哋，即系 Watton Channel 负责呢啲就啊。哦。咁啊，佢我听佢哋讲话啊，差唔多系每一个话要有飞嗰啲都攞到飞，但系就未必系攞到四张咁多咯。即係好多人，即係例如話攞四張啊，俾三張啊咁樣咁，咁啊做到大家都有票咁樣咯。我真係開心到幾晚都瞓唔著啊！哦，係咩？係啊！嚇！你瞓唔著，唔係你瞓唔著，會唔會喺床嗰度喺度進行啲咩行為啊？好似阿懷恩，唔係我一路喺度。你阿懷恩講嗰只咁啊？我係諗緊你係咩樣咯。哦、我跟我朋友打到之后，佢就话、我就话你应该系肥佬嚟嘅，咁佢就话你系瘦嘅，应该咁啊，睇下到时边个你估系肥定瘦啊？我估系肥咯、啊，哦，有少少 baby fat 咁咯。咁你啊，但系咧，我觉得你呢啲咧，即系唔得理性啊，知唔知啊？因为肥，你即系可以话系诶，佢你觉得肥，佢觉得唔肥，咁即系你又变咗口同鼻咬。你要即系实现嗰个曹宏威科学救港嗰种精神，你要能够将嗰样嘢量化先得噶嘛？即系几多磅以上咁样，或者几高以上咁样，系咪先？系嘛？你肥唔肥就好主观噶啦，件事变咗啊！我心目中系有啲似阿 Bob 咁样咯。边个阿 Bob 啊？阿林盛斌啊，后天都唔会识阿 Bob 噶。吓，我唔识噶，我净系识啲女啫。即系你话肥姐咁样，咁我知啊。你话欣儿咁啊，冇咁肥，冇咁肥。啊嗱，又或者你话即系同石家比较，即系后天多肥啲定瘦啲啦？咁啊，肯定系瘦过石家。咁啊，可以量化啦。
唔系，一系食家咧，即系佢成个少年李思敬咁样。啊，喂，咁你即系纯粹打上嚟借票啊？啊，你有冇翻去教会噶？有冇？我有啊。你有翻开教会嘅，咁有冇试过曾经俾嗰啲教会长执的你入房去辅导咧？入房添？咁又冇，我其实翻咗一年左右，就啱信冇耐嘅啫。哦，你初信者嚟噶，咁你听 Outin Dog 会唔会学坏啊？唔系，我嘅机灵系同我听 Outin Live 嘅时间系差唔多一样嘅。哦，咁得意，咁咪证实到 High Tin 都系冇令到人哋离开教会咯。我系信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就开始听咯，因为嗰阵时我好好奇啊嘛，对呢个宗教。咁我听咗之后咧，就即系如果我冇听到嘅话，我谂我对而家呢个基督教嘅认识一半都冇，即系比起而家。咁但系教会啲人知唔知道你听 High Tin 啊？我曾經同過一個人講嘅，跟住佢冇話叫我唔好聽，不過佢個樣好難睇，咁所以我之後冇同教會啲人講過。佢唔俾人識你睇啊！佢唔知邊個嚟噶。不過講到高浩正咧，唔知點解就黑曬面咁樣，可能因為佢好撐高浩正啊，同埋林以樂咯。哦，喂，嗱，我嗰个讲座咧，一定会用嗰个高浩正嚟做例子。喂，有冇啲咩要准备啊？使唔使带埋圣经去啊？啊，冇啊，因为我自己本人我都未准备，我都未谂，你未谂到要讲乜，根本上就系、是、啊，系啊，喂，嗱，咁你初信一年咧，有冇打算揾个基督徒女朋友咁就能够二人同父一轭咧，最好啦！最好即系你而家系冇女朋友嘅。好欣赏呢个基督徒嘅女朋友，咪女仔，而家冇。吓、啊，咁你教会好多姊妹噶嘛？结识下佢哋。我唔系，我翻嗰啲系成人嗰啲嚟噶，即系上咗年纪嗰啲人嚟噶，全部都系。咁会唔会即系对你嗰个身心发展唔系几好咧？因为我之前其实我应该好细个 form three 嗰阵时翻个教会咧，成班年青人我觉得真系根本都唔系做紧教会嘅嘢嘅，全部都系自嗨咁样。哦，咁所以而家即系真正想接触嘅时候，就跟翻啲大人。哦，咁喂，咁你好认真喎、哦，你对于呢个信仰啊？都系啊，都系噶。啊，咁啊好啊，咁啊你啊态度正确啦，啊，即系虽然我就即系刚才都鼓励你就即系识下女朋友，咁但系即系我估唔到你系咁认真嘅，咁啊好嘢吓，即系呢个 M K 嗰个名啊改得衰，但系即系一个认真嘅人嚟嘅，啊，喂啊金德宝，你有冇啲咩问题想问下呢位 M K 先生啊？我都冇乜啊。你下次再打上嚟啦。金德宝，你咪好眼瞓。唔系、啊。你下次再打上嚟，你咁都讲。唔系、啊。你咩主持嚟啊？下次新年噶系咪啊？下次唔系、啊。下次都唔知点算。系啦，下次都唔知道，下次我冇噶啦，喺香港应该做唔到噶啦。咁啊，我睇下阿石家会唔会即系连续顶三个礼拜，我同佢哋商量一下。因为你接下个礼拜咯。啊？下个礼拜唔系啊，下个礼拜我喺香港啊，系啊。哦，咁快。系啊，啊，我下个星期三咧，我就上机，咁啊，星期五就去到香港咁样咯。唔系啊，你系星期四上机。我系星期三夜晚。凌晨哦，你唔会清楚过我啊？做乜同我拗嗰啲咁嘅嘢？你真系个秘书啊，安排你啲吓咁啊，系即系虽然系秘书吓，喂 ，anyway 啦，咁啊好啦，咁我接听其他听众电话咯，你都借完票啦，好，多谢，好，再见，拜拜，好啦，咁啊接多一位听众啦。啊，因为仲有几个朋友喺度等紧嘅，咁但系即系嗰啲啊接唔到啦，啊 ，Hello，Hello，
喂，点称呼先 ？Hello， 喂 ，Hello， 点啊？有咩讲啊？主要都系即系围绕翻你个主题嘅。好啊。头先咧啱游山咧，咁佢咪讲学员传道会嘅。系。我今日讲嘢其实都系关于学员传道会。我讲翻先，我本身咧就之前系学员传道会嘅成员啦，咁样。咁咁我入去啦，咁佢哋就会通常一啲新嘅成员咧，咁就会有个小组嘅。咁我小组入边咧会有本类似一啲学员手册啦，咁样。咁啲学员手册就会分开好多章节啦。咁啲章节就系、是每次我哋开会嗰阵时，一个小组开会啦，就会按住嗰个章节嘅主题去分享咯。系啊，咁你可以。我會界定為一啲另類嘅輔導咯，咁樣咯。咁我嘅有兩個章節都幾正嘅，我可以分享就係、是我講嘅正係有即係反義嘅啦，咁樣。咁有個係圍繞關於戀愛嘅咁樣咯。喂，係啊，你講啦，係你戀愛嘛係咪啊？你啊，唔係嗰個主題係關於戀愛輔導咁樣嘅，跟住就講話你首先問我哋有冇拍拖啦，咁小組全部都冇嘅，除咗個組長有啦。嗰個組長咧就問啦，咁有冇而家有冇對象啊咁樣？跟住啲人都靜曬，唔講啦。跟住我因為即係唔係太冷清啊嘛氣氛，咁我咪講話都有嘅咁樣。跟住佢問咁而家發展成點噶嘛？冇啊。我都是約下人出街啫嘛，我話都當朋友咯，有唔同嘅女性朋友。跟住佢話你咁樣約會唔得嘅喎，即係佢嘅俾我感覺就係好似一定要揀定一個去發展咁樣咯。跟住佢成個小組都個氣氛好凝重啊，突然間好似好多人 focus 我咁樣。即系衰好心咯，你本身就系怕冷场，点知咪系咯？嗱，个个都唔出声啊，有原因嘅，系咪？你又要夹个头出嚟俾人揼，你真系你好似剥傻瓜嗰啲傻瓜咁样。系啊，就系因为呢件事之后，我小组就比较沉默咗啲咯，即系等人发晒言先咁样。咁到最尾啦，嗰、那个开嗰日嗰次嘅小组咧，咁咧佢咧就劝我买一本书。咁我又唔係幾想買嘅，本書叫做咩？叫咩咧？不再約會。咁就係講即係個主題，個書名個主題都講埋啦，就是、不再約會咯。叫我哋要專心翻啊，咩咩讀單身嘅恩賜啊，要好好珍惜啊，要好好把握時間。有冇搞錯啊？讀緊大學就叫人單身，勁 sad 喎！我都唔係啊嘛，咁樣跟住我本書，咁你有冇買啊？有啊，唔係你有買，哇！你都真係呢啲係即係好好適合攞嚟做啲邪教信眾嘅喎，人哋叫你啊做嘅你。點講咧？被逼自愿性買啊！我哋有三個組員嘅，唔計個組長，因為大家都唔係太過有興趣嘛，但係個組長話。哎呀，我谂都可能经济问题啫，咁不如咧，你哋咧，夹钱买一本咁咯。佢讲到咁样，冇人唔买，好似唔买冇得走咁样。唔买咪唔买咯？你话喂，你觉得咁重要，你送俾我一份咁样啊？系嘛？唔系啊，佢又话，因为咧嗰本书咧就有另外有两本附属嘅书嘅，跟住话我买咗两本啦，咁呢本你自己夹钱买。佢讲到咁，我哋都冇得拒绝啊。有，你话你都买咗两本啦，唔争再买埋第三本啦。你做嘢点可以条条揈做一半唔做一半啊？系咪嗱？你个人啊，成世人都系咁样样，系咪？你开咗个头又埋唔到尾，你将来出嚟社会做事，你仲点样面对整个社会？因为你咁样啊嘛。好长啊，大佬，系咪爆佢先啊？无端端系咪？你真系同埋佢话不再约会，头先讲话佢只有拍拖嘅喎。系啊，佢只有拍拖，佢系嗰啲咧，佢自己分享自己经验就话：
啊，我咧就系嗰啲祈祷啊，跟住又两个即系等候嘅时间啊，嗰啲咯。佢系一个所谓成功例子咯。跟住佢话叫我哋即系冇啊，唔系叫我哋学佢，但系咧佢就讲到其实咧咁样系一个模范咯，可以参考咯咁样咯。佢冇直接叫我哋学佢。喂，而家 chat room 咧有啲听众咧个名好复杂，我都唔识读啊。佢话不再约会，直接交配。系咪下一册歌不再又会下一册就系、是、第二招啊，直接交去第二册。Volume Two。跟住咧，我头先咪讲其中一个主题系，即系其中一个章节啦。咁有另外一个章节都仲正嘅，就系、是、讲关于认罪咁样啦。跟住个组长咧喺嗰次开会咧就不断所谓诱导我哋啦，就话唔知弟兄咧最近咧有冇啲属灵低落嘅时候啊，有冇啲犯罪嘅时候啊，独个一个人犯罪嘅时候，跟住咧即系怀恩讲嗰啲系啊，我觉得佢其实都系想诱导我哋讲一样嘢噶，跟住因为学到上次咧。即系讲，即系枪打出头鸟啊嘛，唔讲嘢就最好啊嘛。跟住大家沉默，但系咧，当即系可能始终都忍唔到咧，太过宁静环境咧，有个弟兄咧，咁我今次醒目我就唔讲住。跟住个弟兄话举手嚟噶，唔系举手咧，即系示意啦，就话有啊。跟住个组长就话咁。我想问一样嘢，嗰个组入边有冇女仔噶？冇啊！因為學員傳道會咧係要一係就全男班一個小組，一係就全女班，同埋要係同一個學系嘅咁樣咯，即係容易有偈傾咁樣咯，係啊。係。跟住跟住嗰個，跟住嗰個咩聲啊？我媽。哦，OK。佢叫我細聲啲講。你讲开呢样嘢添，佢仲要跟住你。唔系你同佢讲啊，阿妈，我讲紧自续嘅问题，你可唔可以出翻去先啊？好严肃噶，而家我讲紧嗰啲嘢啊，咁样啊。跟住咧，嗰位弟兄咧就话有啊咁样，咁佢一路诱导佢啦，咁发生咗咩事啊？即系嗰个组长就突然咁讲，低层。究竟發生咗咩事啊？咁樣即係個原來個通唔轉曬咧，跟住嗰個人就後屘話係啊，我做一啲雙手離開 keyboard 嘅嘢咁樣，跟住主要圍繞個地話咩？佢跟住又套啲咩聖經經文啊，我哋要聖潔啊咁樣講完一大輪嘢啦，跟住到最尾咧佢話有啲解決方法喎，喂咁勁有解決方法咁樣，跟住佢話就祈禱啦，跟住話。希望弟兄咧互相守望啦、啊。跟住我心谂点守望？跟住佢话可以咧如果即系弟兄咧有嗰啲需要嘅时候咧，不妨都打下电话俾我哋组内嘅弟兄倾诉咁样。我心谂唔系啊嘛，嗰啲即系搵人帮手咁样，即系搵我男性朋友帮手啊？佢咩意思啊？我觉得超正咯，佢呢个所谓解决方法，跟住又话其实咧弟兄之间咧都可以互相帮忙，主动打俾另外一个问下佢近排嘅状况嗰度，点问啊呢啲嘢？你今日 J 咗未啊？打佢咁样啊？系我真系笑咗，系咯咁样，即系我唔知啊呢啲 so call 辅导真系好变态啊！如果咧即系有个男性听众咧，即系佢走嚟同我讲。话即系佢成日有手淫嘅问题，叫我多啲关心佢呢方面嘅需要咧，因为我会 unfriend 佢，我会 ban 佢。嗰次我咧就冇讲，即系讲等佢讲完佢嗰单嘢之后咧，跟住佢个个都要讲嘅，即系话近排有冇啲令你犯罪嘅？佢话有啊，我都系啦，我打机啦，我唔系我系真系讲打机。咁我话打机令我就少睇咗圣经啦，冇灵修咯咁样。跟住即系我原本咧如果真系俾我第一个讲咧，我都惊我系会讲类似呢样嘢嘅。咁因为好彩上一次系讲哪个嘢系哪个嘢，咁咧就睇定啲先讲。哇！真系系咯，
好恐怖啊！呢啲咁嘅經驗嘅，好奇怪咯。其實你頭你而家咁樣講咧，都話係啱啱入去，跟住做組員咁樣嘅啫，即係做係咯，做個組員咁。你其實同嗰啲人唔熟噶嘛。我唔係好明點解啲基督徒咧好中意咧，係即係同埋亦都可以同到一啲咧自己唔熟嘅人咧分享一啲好深入嘅嘢咯。我都有啲奇怪。唔係佢呢個組長咧比較衰啊！我試過咧去嗰啲冬令營咧。即系成个北美，即系加拿大咁样嘅冬令营咧，即系喺唔同嘅省去一个地方嗰度有个 conference 咁样。咁嗰次即系大家都唔识大家噶嘛，咁咧佢哋夜晚咧有嗰啲小组，即系全部男仔嚟，因为即系男仔宿舍。咁咧嗰个，但系我哋系唔识对方噶，系完全系陌生人。咁嗰个组长咧，即系为咗。即係可能，即係我覺得佢可能會咁樣樣啦。即係佢為咗講，即係令大家係熟絡啲咁樣樣咧。佢又好過呢個希魯嗰個嘅組長，佢就主動自己分享。咁佢第一樣咧，同我哋講咧，就係話，即係佢有好嚴重嘅手淫問題。喂！但係佢講完之後咧，成個房靜曬，成個小組時間冇其他人分享，得佢自己一個爆料。嗰次我觉得佢真系好惨，即系如果熟啲咁，即系大家可以倾下。但系大家陌生人，你突然间讲啲咁嘢，仲要话好严重，跟住个 solution 系，即系我明佢嘅，即系首先暴露自己啲弱点，即系佢唔系话强迫我哋讲啲秘密，但系即系佢就抛砖引玉咁样样咯。即系佢个 intention 系好嘅，但系即系好 awkward 咯，会搞到。但系个圈太大，顶唔顺，我接唔到啊！你下个又好搞笑嗰次佢真系冇办法，真系我都觉得佢好惨，我想帮佢，但系即系佢一嚟讲啲咁，你一帮佢，你一帮佢就。唔得唔得，我帮唔到佢，真系冇办法，真系唔好意思。啊，另外有个小插曲，头先唔记得讲。咁咧，头先咪话另外一个弟兄佢分享咗佢双手离开 keyboard 啲嘢，跟住咧，有另外一个弟兄咧，竟然咧劲够胆问咧，问翻个组长咁。咁你有冇试过咁样？哦，俾我都会想问啊。咁啊，组长点啊？佢话，跟住组长就话，我都曾经有咁样软弱过。咁但系咧，即系又系靠住祷告啦，又系嗰啲嘢啦。跟住我个 main point 咧，就系佢话，咁咧，跟住佢又唔知点解无端讲佢女朋友喎。跟住我心谂，咦？你话讲完女朋友件事好咗？你系咩意思啊？有咩暗示啊？有个女朋友帮到佢咯，系啊，即系，但系佢又冇讲话点实质帮到佢啊？啊，即系大家明啦，系咯，即系啲嘢咯，咁样，又好恐怖啊！真系，啊，喂，咁啊，喺讲到好似讲鬼故咁，系啊，喂，阿希罗啊，多谢你精彩嘅分享，我好正啊 ！OK OK。吓，同埋希望你啊，再打入嚟啦，你都打过几次啦吓。啊，今日第三次应该系。系咯，啊，非常欢迎，咁啊，再见啦，因为都好夜啦，啊。好啊。好啦。好，拜拜，帮我同你妈咪啊 say good night 啦，啊。佢入咗房啦。我入咗房啦，好啦，系咁啦。拜拜。敲天刀，我哋冇帮到黑姆讲嗰啲嘢啊。系啊，唔紧要啊，我哋咪下次读咯吓，因为咧阿黑姆士咧佢就即系写咗有啲读者来信讲出佢嘅故事，咁但系因为今晚咧我哋电话爆晒，所以咧就帮冇时间帮佢读出啦。咁另外咧仲有阿男神 Daniel 啦，同埋阿 John 啊。咁咧，佢哋都想 call in 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今日就冇时间。咁我见佢哋都系老听众啦，咁唔紧要啊，佢哋系咪下次打嚟咯吓？咁即系今次比较多新听众，我接咗佢哋先。咁啊，尤其系女嘅咧，就即系佢哋可以打尖，咁即系大家都能够明白嘅，系咪先？啊，咁啊，好啦，咁啊，过即系之后嗰几个礼拜就都应该都系冇黑天 live 咯，我估计，即系我未肯定啦吓。因为我连喺香港嗰度住嗰个地方有冇 internet 我都唔知，系嘛咁啊好难预啊呢啲嘢，咁啊就暂别啊几个礼拜啦，咁啊可能，
咁啊 ，anyway 啦，咁啊嗱，而家咧就2:30啦，大概，咁我就点首歌俾大家听，咁啊阵间完咗仲有唱歌时间系咪啊？金德宝系啊，好，咁啊阵间再见。